是我就到健康中心做。是你本来在这边服务了二十几年吗？你是说？我现在就是差不多二十年了啦。啊、哦，退休二十年了。对，我就是有一阵子 SARS 停掉就没有来。啊、哦，后来开始了健康中心，我就在那个里面。啊、哦，里面，但是呢，后来我耳朵听不到，在那里误了人家是不行，人家也不喜欢给人家讲太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出来在这里。这也还蛮健康的，很好，大家都很愉快。你说你一个礼拜来几次啊？来一次啊，来一次一个早上，来一个早上。哎，那你喜欢来这里做义工吗？啊，喜不喜欢来这做义工？我就是本来在这里生长大的嘛，所以我就还是喜欢在这里打大家劳力士啊。就以前的医师都会见面啊，这样也是很好。我在家也没有时间，所以我就在这里。到新院区是怎么走？啊？到新的院区？新院区是哪？哎，请你从这里走到那个景福通道，山东过去，景福通道过去，再过去那里上啊，一楼就那个。可以看到山东。对，可以看得到，左右边看得到山东，再过去一个景福通道过去就到了啦。那你在台大服务多久啦？我啊，哎，等一下，哎呀，我不太想讲了，啊、太久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做很久了啦，哈。我就在很久，我就在这里公务员退休的嘛。啊、哦，是。公务员退休。以后我就想到啊，没有事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